放假多久了？三周。疫苗打了三针。就是发现它这个眼屎很多。眼屎多的话，它是这样的，它有些是先天的，它的鼻泪管狭窄。嗯。那它就可能会多了，只能自己稍微先多擦一擦。好吧，好吧。它还没有到泪溢，泪溢就是不停的流眼泪。然后它经常有个习惯会吐舌头。咬合不是特别好，过段时间看看。嗯。